收看《金本英》复习类的介节目，今天老大家来讲嘛，介咧讲黑字黑加法，哎，你会讲黑？哎，你还有嘛意思咧？哎，你平常时在打嘴鼓的时间啊，哎，黑加你做你用黑来打嘴鼓。不过其实黑话吼，语言的东西去范围动态，哎，你今天有特别来讲，老意料有关系的，哎，你还有嘛意思咧？看节目是第一咧，加加了分享你今个来宾吼，其实你个刘春兴刘教授分享。主持人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刘顺兴，今天当中很来到复习来的一个节目，希望一个节目转移来本大家新的经验带来更多更好的复习啊，欢迎教授哦，哇，当欢迎当欢迎哦，教授今啊昨天讲体质白来到你复习来的节目吼，嘿，体质白吼，该了然之前来说到先生打嘴鼓哦，哦，感觉是心情会动快乐，容易讲。因为吼，先生是不是好好谈下嘅汉语讲到用音，所以哦，你阿则讲到吼有点歪歪哦，你阿则讲到很歪做的，哦，做得学习到动到诶，吼，所以先生，老人按过年打嘴鼓下来，系咩？大概你老人打嘴鼓下来，汉语都会进步动到。啊，你非常客气，你非常年轻，你黑已经讲到非常有力量。是莫先生，莫先生只是因懂好哦，懂有意思。今日要请到先生来到两边去去懂特别，讲是才会。读台湾吼，虽然讲因哋行业真少会进步，不过读台湾还是有一群人懂认真，读解研究，然后推广诶你个客家话吼。不过先生今日来，咩讲物个老古言语哦，咩讲物个四符法哦，啊，你讲诶物个咧，老医疗有关系。好特别哦，当特别，先生又出了一本书吼，我看到一些，一开始看到蛮半到地图的时候又吓到吼，吓到是嘛个教科书吼，干嘛？结果他是讲医护课语，那是了有关系的一本书。嘿，先生，大家唔系出词典呐，是出嘛个老小说有关系，你有冇出很奇妙的一本书呢？也是因为哈，后边我对。多年前才新生义务转过学校教授的时间。哦。嗰啲学校的学生咧，佢系一只福利。嗯。学福利，学习福利。嗯。佢在学校学习之后咧，每只学期嘅寒假冇是暑假啦，其中啊叫系二人去实习。嗯。尤其参加两摊嘛，系客家庄。实习嘅时间，佢系二人啊，会督导我哋老一辈，冇是当当我哋嘅客家乡亲。系。佢尤其係老一輩嘅，佢是會講客庭。誒，真是。係，嗯。啱啱是想講，假使係講有啲學生啊，佢係要講客嘅能力，做啲老外依家鄉親，冇是長輩嚟交談交流嘅時間，哦，很咩做啲促進內圈彼此嘅感情，嗯。所以呢，我當初啊，在民間休息半年啊，我是變下也衣服行業也啦口腔嘅教材，誒，嗰陣時呢，出學校係先修嘅口腔。啊，以后呢，学校也当支持哈，所以啊，选修的课程是改革必修。哦。哎，啊，也很多年来啊，我哋桃园客家事务局啊，非常的认真在开推广我哋嘅客家话，尤其啊，江杰安局长啊上台以后啊，佢特别来邀请啊，希望讲我哋出一本书。嗯。我是老我哋嘅同事，佢系一只福利专业嘅先生，阿廖林淑娟先生。嗯。佢係個學老妹，佢唔會講客，完全唔會講客，所以呢，佢用佢嘅福利專業嚇，我嚟配合佢嚟編寫一本嘅行業教材。佢上嚟嚟問一下先生，咁你講讀學校嚟推廣，所以你講你當然唔會講嘛，嗬，你都要得專業嚟合作。咁講下上嚟嚟問一下，你啱推行人當然讀學校，你是有校講原因。對，而家啲 UK 講上係讀護理學校啲讀，你是有學生，佢都對學習啱樣嘅東西，佢都要乜嘅？效果啊，吼，嘛该回馈下，有冇？哎呀，当然有啦，哈！我就好像以前啊，尤其系我一个母女啊，哈，所以我哋会从个印票开始来教伊，去喊把伊以前嘅事咧，去督导下老一辈嘅事，去为打嘴鼓一下，因为咱语言系一只交流嘛，啊，也系要一只文化，也系一只思想嘅交流嘛，哈！所以讲，佢去到以前嘅事咧，啊，比如讲我哋督导拼音，啊，就算你督导去讲，哎呦。还会做，系，诶，唱下歌要水好吗？系，诶，你看到前有演戏哦，诶，个平凡者呢，其实会感觉到，当太安慰，心情会当愉快，在咁样嘅心态之下呢，你进行一个治疗，冇是福利，
伊会得到很那好个个效果。我像先生讲个非常好，我心肝都非常好，又江苏吼，可能当当因为吃到该又嘛个，该拢讲只是差同多，像挨妹挨妹。其实他家人嘛，去川普讲下，江苏财会挨咩个国语讲到唔好，不过佮普遍的被世界上佮又偏的这一代艺人，都在台面的世界，系讲佮拄到个线上来扶持来，莫讲到佮讲下，谈的世界世界上挨咩哦，老太家讲法讲话的世界个护理师系讲谈些这机会，硬一下说哦，挨咩性侵是当好，挨咩做个总经理当干，佮佮讲，哎呦小姐，你。会听客家话哦，就是因为讲客家哦，阿婆啊，客家音哦，那个医护关系就改变了，对，然后那个龙音他就觉得好像很亲切，又更有安全感，该感觉。我爱像爱个金阳摊系安样音啦，从无从无先生，错，先生爱像讲哦，爱系没有讲错，因为先生讲哦，人都系安样音，所以强龙改头例嘛，先生都好搞推广安样改。比如讲医护课与对动作改，线上也好，护理师也好，其实都是人走谁之间，可以增加跟病人之间的爱那个关系，那个疏离感会更不见，然后阿婆也会很有感觉。还有哦，你也讲用他会好好以解说吼，阿婆被躺到动入耳，而且几位好友几位是到哦，耳朵是安样音哦，小动耳石，因为讲准的在谈心听懂个噻，嘿，好有安样音，有，所以。九十八年到了哈，又激动，为新年嘞。咩嘢中间，我又搞出又经过修改，系，特别为咗材料下多啊，我哋要心听，我要修改、更改，比如讲挥发、挥发剂冇人抢。哦，系挥发剂，废话。废话的剂型，挥发剂冇人抢。哎，好，每一下联系下方便。系，我想都有意思，因为硬硬的东西哈，你大家都对硬硬的东西，你仔细要去。哦，一下哈，他写不完，为什么？我也给范畴太宽了，语言是没有范畴的哈，就是要紧联系。你要变数改狗仓地图，听说又当当你自家本身没唔会改，有冇？我相信讲，我呢个行业来讲啊哈，我哩本身系个还冇讲到，也依附专业嘅学术，嘅语嘅智慧。系，所以从养个清新啦哈，我当然会去请教。老一辈，我也去请教过医生，请一个哈，老一辈个护理师，啊，也之间也有朋友啦，就会提供不同意见，啊，比如讲范木芳教授啦，何石雄教授、刘贤谦教授啦，何石雄教授，哎，今日要来你个节目，要分享东都个四幅画，六幅音影，六幅音系，要经过顾国雄教授，佮两个倾听哈，审定以后，所以一改是就下理想啦，哎，今年唔该老一。不一个性上个世界，几个性情用，你非常好有趣哦！哎呦，很神奇哦！跟我们做性上，因为来访问啊，系老医疗有关系个行业。没，但是下摆会打电话，冇什么伊嘛个智慧啊，比如讲脉搏啊，脉搏啊。哦，脉搏哦，心脏每次用脉搏，阿婆你的脉搏哈，脉搏你嘛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其实阿婆会谈唔先咧。帮问了个医生讲，用其实我呢种讲，用心跳是做得嘞啦。哦，直接。翻译好简单，两心跳。哎呦，我冇想到，我系想讲，哎，用英讲诶，温度系冇脉，两脉个脉，脉泡，电脑头。佮讲到系拗口，很拗口，所以两心跳。所以基本挨到像线上读了一篇，你都打在鼓，对挨到一个咪学习行业。啊，你学习啦，所以还有物个你也当有意思来分享一下，比如讲你打电话本老一辈个线上。从两性漂亮是动有意思嘅分享啊，还有嘛嘅咧先生，你看我系考试哦，冇本先生准备嘅哦，有啦，今年准备动到吼，冇我先来问一下好咧，比如讲，诶你又去啊看先生嘅世界有冇？因为老几讲，医师大白妹妹讲，除了量脉搏之外，你讲量嘛嘅血压。量血压，量体温。系体温，从你阿是好简单嘛。比如讲量血糖。测量嘅血糖。哈哈。好，你讲三高，对不对？三高啊，三高，还高血压、高血压，代谢压。那如果像血糖，高油就是油脂呢？这个三酸甘就是油糖度系冇？你咪咁讲，高血，你讲乜嘅？高血脂、高血脂，对，高血脂，讲到贴贴图图啊。唔过，你基本线上要准备动作嘅词。改买，然后大家来分享哦。词汇，比如讲，你来看体育种吼，你看一下，这好简单，对不对？错。你大把鱼看先，以前爱买嘛，
哎，俺的看我以前那些，俺是为面对了压力吃肥嘛哈，也有的吃肥，就可能就下温痛嘛哈。比如以前，俺的时常讲易烟，我哩讲易烟，易燃，易燃。哎，哎，诊所，嗯，易燃会讲诊所，啊，俺哩可以讲诊所，嗯，啊，门诊时常讲门诊，俺哩讲门诊，嗯。看保卡，嗯，看保卡，嗯，挂号，挂号，候诊器，候诊器，嗯，电火板，电火板，出纳柜台，嗯，出纳柜台，抽烟，啊，也有人讲带烟带燃，有，哎，出燃带燃，啊，推烟是讲出燃、嗯，所以。乡亲朋友祈祷吗？信上你下分享的解到词汇，大家要想要多多系温土，情绪多多系温土。你讲跳一摆老一辈嘅客家语，比如阿婆阿公，记得会讲阿要去依然。你讲记得唔会讲阿去诊所哦，也认诊所啊，要大家会讲阿带健保卡啦，记得唔会讲健保卡，要冇阿去挂号。你讲记得唔会讲阿啲候诊器定义，所以上候诊器啊，你都系好信嘅，系错。哦，你讲。出院又等于讲出染，个先生讲做在讲退染，阿勇蛮又做在讲哈，所以阿勇改词是慢慢建立起咯，因为用英讲咧，因为客家话也要与时俱进嘛，错，对不对哈？又多多性感名词、性感词出来，一列来讲做客家话，大家以后是怎么进步嘛？哈，不过先生今还有带来动作到医疗有关系个名词哦，先聊下，等下再来讲。我们做的绕墙的刘教授来做节目地图，然后大家都去讨论哈。你讲讨论客家话也好，讨论汉语也好，基本特别冇强系讨论到医疗有关系。错哈，我真是去到东方去，做的绕墙同先生来做两位用英讲，因为我第一摆接触到哦，你又来推广到医疗有关的，嘿，大家都冇去照顾到讲，其实当多个老人家是本性上可能是这。可能因为一年没办法去沟通，错，爱用动心，好，所以该广告个世界吼，按数饭啊饭饭啊饭时期都，里面动到个对吧，都会加以这个病患跟那个医生之间的对话，所以线上公司才会又好啦，什么好上好多都会讲，其实董事长又融到是有意思的，又意义个，又做咧增加去福利方面个沟通个能力，嗯，很难会暂时讲。昨天发扬啊，你客家语言嘅文化，未系吼？你讲到客家话，从头你咪讲，哎呀，客家话咪灭听咧，其实冇咁做，因为东都嘅语言，在这世界上，都了世界上，东都语言慢慢是灭听咧，了冇咁错。我们其实是减缓，错，减缓机改消失。可是我觉得这是台家嘅基因啊，当然系。吼，比如讲线上客户暗号，线上谁？你教学生，都冇吓死你咪听人学习，听人讲系冇，像你系讲。系讲下一辈声音几模糊，其实你用音教，你还会消失的很快。会消失嘿。对哈，所以很开心可以跟新上学去了解行业，所以大家来学一下哈，来看一下。这个是科别系冇新上。哎，也科别，嗯，科别个智慧。冇一定要念下好嘞，我都念好嘞，我念唔错意思嘛，你骂我好嘞。唔敢啦。科别。哎，科别。内科。内科。外科。外科。哈，一定讲外科嘛哈，妇产科。嗯。骨科、舌医科哦，也要讲小医科。你看，你看，马上是讲不错，就是要这样。小医科、胃肠科、泌尿，哎，泌尿科。爱情线温度，我身上跳牌又安样讲吗？冇跳牌，跳牌就撞下来吧，安样讲哦。系冇，该跳牌用唔讲？有冇一跳牌人下冇？冇分科啊！跳牌佢冇分科啊！仲要看入醫生，佢乜嘢佢都會看啊！一睇醫生就要分科啊！哦，所以喺度改變，自身都容易講嚇。咁嗰時講你一下嘅阿公阿婆，我都未會與時俱進。錯，從冇咁講阿婆講跳牌，我都嚟要講你啊！冇分科，咁講你一下，你咪做得嚟學識。錯，性感嚇，嚟提叫性侵台恰科。哦，性侵台恰科，台恰也是台。啊，上台音下台音台，上台音下台音吼，脑神经内科，哎，讲得非常好啊！先生，俺要九十分冇？啊，只有啦，只有。其实俺是找先生俺同人类，因为大家维持都讲，哎，俩很简单。其实老大家分享俩
主要系分量系干娘，诶，干娘，买个干娘，当到娘子系性嘅，诶，性嘅，诶，你系温妥，啊，温妥，嗯，因为我想讲，诶，养养年的东西啊，哈，哦，系讲可以将民族之间年年内部嘅发展的时间，也系唔难，嗯，因为也系一个新的时代，新式的东西啊，像一科技时代啊，新式的东西，新的东西，新的智慧不断嘅产生。嗯是讲，阿你每吸收也得外来语。嗯，阿意思金融推介、推介支付会唔难，冇办法你市民也该消费。我其实有两种啊，第一种是像先生讲的性格支付来到两篇吼，哎，你也学习。哎，学习。比如讲，我来考试了，我来考试了，比如讲汉堡。汉堡。啊、哦，要汉堡，阿你有冇讲阿要吃条早饭啊？嘿，汉堡啊！哎，先生，你要用抢答的汉堡、汉堡，系咩啊？用伊，对不对？你同像你阿是新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总得讲，哎呀，阿都冇，阿都偷白来要新嘛，个汉堡，个汉堡用个三十五十讲一讲汉堡，不过又掉，又掉，做得你前两样行业翻机，系咩？比如像阿用文先生，阿文先生讲，阿讲眼睛的余光瞄一下，先阿用先生那个眼唔会。先生说：“你莫做用心啊，写一下。”“莫做写一下。”“对，这个就是用哈佛以饭嘞，轻量以轻，轻机嘛哈。像你喊你大伯讲夸张，你很夸张，夸张用心讲，你大家好像没有应对的词汇。啊，莫系抬肉抬肉，坐在讲嘛，该捧凤。哎，捧凤。抬肉抬肉，坐在样讲嘛。哎，我想未来哈，可能会讲，哎，很夸张啊。哦。哎，你讲广东，广东话吃家饭咯，哈，哦，慢慢会养你，慢慢系么？哎呦，今日唔敢讲，系先生讲嘅，系你教授讲嘅啊。所以大家来看下先生，就来讲吼，科比啊，你阿爱滴，你滴，结晶，系结晶，皮肤科，皮肤科，也当简单啦，去看眼科，看牙科，家父偏方，性性科，错，妇产科，妇产科，妇产科，啊，你会讲自然么？结症。皮肤科，哎，老师你要帮我接话，面科，面科，我跟你讲眼科，哎，牙科，哎，牙肤偏方，肾心科，妇产科，一样的道理，就是我们要去学新的东西。急诊，其实因为讲急诊，哦，急诊，对，如果等下多聊朋友来考试哈，来，我们要考试一下，嗯，照。擦光，照擦光，就是照 X 光。一半改，哎，你后生因为用英国先生上看看，照 X 光，照 X 光，该就是老闺女让强下咯。嗯，那你一般来讲是讲照天光。对，黑工你真的要翻是照电光，嘿，好吗？照电光，照天光，然后去转移一下啊，照天光，好吗？好，哎，讲到聊得好简单哦，都目前为止完全没问题。可是这个我觉得。给不给听错一半下？哦，我们说形容词跟名词。错错错。怎么说呢？用英讲呢，像上次你冻痛哦，你哦是心中讲爱有几痛，你就得讲哎呦，爱冻痛，爱肺酸痛，爱冻痛，爱喊痛哦，好像就没有了耶。就差别个冲突啦哈，啊，你表达你心中的痛，而且而不能够福利人员了解的时间，所以我哋个学生新的福利师那个出来一些一些学了学习，我哋讲就办法讲地基而表达个意思。错哈，所以先生昨天老大家都分享一下，比如讲像俩讲到同时有十种个讲法，哎，比如讲忍当干苦嘛哈，先生讲干苦，哎，可是这有。开就讲艰苦，那咩？你可能咩样艰苦诶？所以有时候说哦，生活很艰苦，可是这个不是那个意思。嘿嘿嘿，这个艰苦，哎，艰苦，俺因艰苦，哎，就是我人不舒服。哎，俺听一下是冻痛，冻痛是讲剧痛，才西人来讲叫讲轻痛，所以是剧痛的意思。没尽量的尽，轻痛。不是不是，我说冻痛是剧痛，用华语来形容是很剧剧烈的痛，剧烈。那你开就讲冻痛是最高级啦，一西人最高级是轻痛。这动痛摸轻痛按痛，啊，也是哎，现在是方言差啦，嗯，啊，方言差。第三是讲痛死脱，痛死了，痛死了，这是太痛了，太痛了。痛死脱。第四则是讲灼痛，灼痛，啊，灼痛叫刺痛。嗯。第五则 himself for 来痛。哇，这个很特别。哎 ，himself for 来痛。这个是好有趣哈、哦，也翻译了讲是烧灼痛，
去烧烫伤个灼痛，烧疼痛。哦，比如讲，哎，你讲妈妈豆腐虾炒出来，直接本该油摊豆，本火落豆个时间，你讲你讲摊豆做得讲冻痛，咪做得嘛？你讲首先你讲哎呦，你也讲到味道里。你要讲进那个味儿里，对不对？你要讲到该味道对不对？你是做怎样？哈，具体的，哈，具体的，你怎么讲？很少，很少火辣痛。嘿，哎，你阿爱继续有谈过？有谈过哈。系相信人讲，对么？火辣火辣。哦。有人讲吗？就不欣赏有吗？有。哎，当家人讲，从未不欣赏。火辣火辣，健脾健脾。健脾健脾，火辣火辣。你望下家下不有摊倒了，有点火辣痛。哎，欣赏我好久没有听到，当爱当局当局没谈过。当局没谈过。有十个糖，跳上百糖，可能你当到眼前咧。因为大家哈，后生嘅全部用翻译讲法吓到啊。即系用英讲翻译。翻译是讲烧灼痛啊。哦，烧灼痛，真的。你讲你阿后生用话教翻译讲啲灼热的痛，佢讲哦，冻痛诶，很像很就灼热感。啊，其实现在可以学，很。很少火辣痛。很少火辣痛。很少火辣痛。好。第六章呢，痛到牙牙紧啊！我知道，阿弟痛到咬牙切齿，哎，超痛到牙牙紧，就是啃齿痛，痛到咬牙切齿，超完全。哎，心上啊，哎，多痛！我痛到咬牙切齿，痛到咬牙紧，咬牙紧。还有第七章，痛到胃裂疼，痛到胃裂疼。哎，还把痛一些，伊又叫痛了撕裂伤。痛到要裂开的，对，撕裂痛，撕裂痛，手痛，手痛，你讲啥？神经痛，还跳那手痛，手痛，跳那手痛，手痛，第九章，这个太有趣了，你讲下，温痛，我是讲温温的痛，温温的痛，挨地，乡亲朋友，大家一起咯，哦，都是温温的痛，该翻译有冇讲？肚子温温的痛，没，肚子闷痛。闷痛，那就肚子怪怪的，闷的哦，肚子闷闷的，哈噶法讲，温温改痛，体虚，先生考解一下，考试的吗？马改，纳滚筒，哦，纳滚筒，哦，这个还没有，哎，还把纳滚筒，隐隐刺痛，哦，隐隐刺痛，嘿，纳。那滚筒，那滚筒系冇啊？我知咧，所以坦白哦，你系讲就是，喊你学到一啲很精髓的时候，你老别人讲你到底有几痛嘅时间，你就是跳那手痛，肚是温温痛，哇！我哋阿边有啲那滚筒，那滚筒隐隐作痛，系冇是就是痛到咬牙紧系冇，咬牙紧，痛到会裂脱，痛到很。很少波拉痛哈，所以你看讲痛的形容词，其实做在讲到按到，哈，可能又是按久嘛，哈，其实聊这种东西总在得体，因为非常有味道啊，有意思，所以还有马改做在老，你改向亲朋友分享哈，向亲朋友先聊下，立马查，讲过后，从中来看，还有马改做在讲的哦。做在绕墙道六教授里头全部地图，然后大家来分享吼，喊你唔讲到医疗有关系，其实到医疗有关系铁道嘞啦。你今年冇可能欣赏上头安东尼的世界，你一定要做节目时候去讲听，什么冇可能？你讲你就是尽量来分享有意思，像你讲到痛，哇，是痛到青哈。不过来问一下欣赏吼，像欣赏两本书啊，比如我去做在做奶卖啊，然后讲佮系咪有填字界？线上教学内容是有，现在已经有电子化了吗？有。哦，一本书在国家网络书店，吉家名流书店啊，都在卖得到。好。按几个书的后背啊，有个 QR code。啊，两片。QR code。那手机翕下，莫是 iPad 哈，翕下，就是在那看到个线上教学。哦。啊，莫是做的是托连客家事务局啊，几个网页阅读啊。该公告给他上传的，后背上的提示章，点下落去几个本书，有还有配合，有两种的发音，是人腔啦，是人腔同，然后配六腔，要该该教学，太棒了，天数位教学，数位教学，所以其实你系讲卖书，自家读书看慢慢看，咪就等于讲个，哎呀。
哎，好看天哦，欣赏懂哎，有线上哎，教好内容，你送起哎，麦改读就，而且也有语音，对不对？有，可以听，对不对？可以线上起加六个吗？开六个部分还有六哦，但是还有强刘行天现在的潘水柱小姐啊六，彭瑞珠老师和刘胜全老师六，哦，来到罗香妹老师六开六，安永英，所以很有意思哈。哎，其实现在就很动点一下，你也是安永东西啊，加港好，加港跑，好，加港糖。好，某天就学到全部位，哎，你是尽量讲是豆蓉，豆蓉，哎，用词又好，而且慢慢可能越来越多的学员会给你回馈哦，以后医生也会给你回馈，哎，最好会让你去，哈哈哈哈哈。先生恭喜在，哎，你讲去到好北高改地方，就比较偏乡啊，这些不同的语言是一定需要的。其实你基本也因为讲哈改节目，所以你讲到哈语。提供基本渠道，该贵州全部好老总，好你做线上的渠道，该好老总做线上，比如讲读改片快进收，你提供袂一定好老外，你到当地感应沟通，该感情会冇强弱，论吐会冇强弱，错，吼，也是只多年嘅社会哈，你有只多年嘅学习。是，增加啊！呢个职场上嘅能力，冇唔错哈。所以线上咧，佮回到安阳，基本佮准备当到嘅题目咧考嘅哦。一开始咧考嘅系你讲，现在我先用国语发音来讲哈，华语来讲感冒。一般你一下嘅后生人，你会讲感冒。感冒。感冒。尾音系感暗。哦。咩呢？咁个线上系咩就做啲讲看到。看到是四言語講嘅，看叫看到。哦，我哋海陸語會講浪到。哦，浪到，冇咁就像嘅浪到。所以當到生時，暫開始學客家話先，我係講感冒。先生咪講，哎呦，其實你做啲講好霧的，叫烏克語，好霧哈語，幾時咪講？係幾時咪講？哎呦，你做啲講浪到，看到，比如時人咪講看到，哈，所以感冒發燒。發燒嘅先咧，我哋客家話一般會講灼燒。灼烧，咩灼？灼烧，灼烧，灼烧，哎，灼烧，灼烧。按声音当发烧一个，当灼哦。你听那咩个？当灼哦。哎，阿弟，你看妈妈看一下，你有灼烧冇咩哈？你冇有灼烧冇？哎呦，很灼，很灼。真是，哎，我真是，哎，我今日又监察先生，当我都唔记得咧。我哋啊，慢慢上去咧，又来转啦哈，来又来转啦，又来。漂白真是，你系讲尤其咱转来吼，哦，发烧，妈妈讲，要按装咯，做到按滚。莫按滚啊，做按烧啊，做按烧，按滚滚滚，听啦滚滚，听啦哈。哎，再过来，俩先生，这个绝对切对唔嚟讲，信念。食面，咩食面？我哋啊，现代人就翻嘅温土来讲，会讲食面。嗯，哦，食面。可是其实行业有行业讲法。哎，翻炒水，你点冇？哎，翻炒水唔睇。哎，错。西人讲翻炒，我学了讲翻炒。嗯，你也是讲因为那个精神亢奋啊，水唔睇，尤其啊，现代人啊，工作压力当大。嗯，所以阿唔少嘅翻炒水唔睇啦，我就讲，哎呀，差不多。当翻炒，兼咪讲系我创部，兼咪讲系创部食面，唔系咁讲，对不对？哈，老一辈唔系咁讲啦，唔系，哈，所以基本依度大家都分享，温台系咁讲，咁讲，其实行业经验，翻炒，系翻炒，哈，翻炒，来，这个我是真心。哎，我都想，哎，我老大家讲吼，我看你系线上考试哦，我冇先准备哦，冇大家话到我做假哦，冇，我只是冇先准备哦，气喘嘛，哈，你想得到吗？嘿，乜嘢？我唔敢講我哋，不哈哦，何等嘅家下冇講，因為可能會講錯。不哈嗌，因為嗌要上到咧，不哈，哦，佢不哈當音重，錯，不哈，嗯，不哈，我求師上真的是客語老師，我講不哈，其實咪閉口音，不哈，不哈，嘴巴要閉起來，哈。好，先生好嚴厲哦，冇啦，這個先生點解唔會？哦，英語唔係，翻譯啊，疝氣嘛。係，哈語，哈語係些，我哋也會講嘅是吹長氣。唔同，我真的吹長氣，還有一種是講法話，太下薄，太下薄。哦，也係我哋阿父嘅講法啦。哦，哎呀，哈語講就也温土就講疝氣嘛，疝氣嘛。但我可能咪講神氣，咁講我哋為咗學識黑妹嘅講法。錯。我相信基本嘢係講要看天時嘅，相信譬如係講天時機面前要
阿婆阿公咪讲，你按简单，唔爱讲东来唔爱，佢咪讲，哎呀，做青年唔爱，因为佢对佢了来讲，这就是生活挑白，生活地图，生活容易哈。嘿，冇咁做，还要买咧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哦，我哋要挨买啦，唔买哈，很奇怪。来，拉肚子，恶里毒，嘿，恶里毒还有几种啊？嘿，还有恶水虾。哦，那个是程度的分别。哎，叫叫做二水虾。所以你看你每动作东西走得容哈，二水虾。啊，现在讲二虾吧，二老八啦呀，都是这些东西。拉肚子就讲二里毒。所以这个这里面有胶吗？有。所以这里面有胶。有。二里毒，二虾吧。哎，该不能讲该平杂平音的人主诉，讲还有二里毒啊，二老八，哎，做福利医院也了解去讲嘛。你就说哈阿鹏。什么？从这样你讲，阿婆，你讲你屋里都系嘛？嘿，便秘。嘿，便秘。鼻结。哎，错错错，还当回当好当好，鼻结系样嘢。哎，你唔系讲偏鼻啊，你讲鼻结。唔系讲鼻结。嘿，痔疮。嘿，唔系哈。痔疮啊，你讲齿啊。哎，长痔疮，吃啊，起啊，先讲吃哎，不吃啊，不吃，不吃，哎，那个不起的啊，长痔疮是不起，加一个不吃啊，哦，不吃，哎，不吃哎，不起，不起，我先生你这样子，根本不抬价，老板讲高讲哦，靠到，哎呦，有点。哎，这个刚才先生讲的，哦，两心跳，哎，高血压。代謝啊，係也頭先有講過咧，好，兩眼外咧，嗬，先生點做外？係眼外，誒，心肌梗塞，嗌啲，點講？心臟切到，心臟硬係用咩切到？哦，嗌，可以講，可以講，心肌梗塞。啊，温妥，哎，系冇，心肌梗塞，你头半夜冇人讲啊，也系新的名词哦，嗯，系冇，尤其啊天气变化，当当因为操作硬个片而注意啊哈，哎呀，心肌梗塞啦，嘿，所以你看，哎，你系老乡前面都分享嘛，性改名词是性的好事，啊，错，又物诶，你是尽量来讲，然后乌克与动物诶，你尽量来学习物诶哈，因为性诶，所以来学性诶哈，先生，我讲你应该谨慎点。唔啲哈，咁講要大家做啲講，就可以直接温頭皮用中風係一種，還有聽一種，要等於咪講，咁講嚟講嘅，咁係慢進嘅哈，所以鄉親朋友多多指教哦。比如講，鼻腦筋做啲嘛，錯錯錯，鼻腦筋，鼻塞腦筋，鼻胎腦筋，鼻胎腦筋，錯，鼻胎腦筋就是中風很嚴重，大阻塞，對不對？對對對，可見你嘅強度非常好。冇冇冇冇冇，哎呀！本性上，本性上讲一下，害我都拍死的。哎，挨地，唔地哈，唔样讲。足量系一种讲法，就样讲，好冇按摩。系按摩也是，我意思温痛啦哈。系，我讲背按摩，背部按摩，我哋会讲足量。足量对，背部是足量嘛。哎，因为市面上，我上回讲过脚底按摩。脚骨黏黏呐，哎，脚骨黏黏，唔系讲脚底作用嘛？唔系啊，黏脚骨，哎，黏脚骨黏黏，所以讲也只按摩，从也系只新嘅智慧，我哋以后嚟接受佢。错，哎，佢冇办法讲，脚底啦、背囊全部讲作用啊。对，所以基本嘅先生哦，石墨先生哦，跳跳那都。哎，有乌克语来讲哈，每跳跳那都新名词，所以一直线上以前讲新名词，我们就要新学习。你觉得性来好些？从嘛哈，像你要动咧，哎，通腰平，通腰平也很冇问题呀。哎，大家朋友常会讲通腰平，通腰平，哎呀，打针有人讲，嘿嘿，上来考眼什么？抽眼，嘿嘿，注射，哎，注射，注射。那个通腰平一些，叫测量个血糖一些，叫个手指一些，叫个针啊，抽到血有人讲。进出落去，唔系哦，也系要做人啊，人骨进嘛。啊，骨进，先讲骨诊。哦，啊，骨进嘛，人你骨来位。先生，你讲到来，全身都开始觉得好像要骨落去，觉得有点紧张哦，有点紧张。啊，膝盖麻痹。哎，膝盖麻痹。膝盖麻痹，就是就盖麻痹，你讲下来，巴力上面的盖麻痹蓬蓬，嘿，盖麻痹蓬蓬皮哈，所以 Kiki 明早上线上那道节目地图哈，线上两本书地图，富裕松改丰富，我们改吃毒又到医疗又关系，形容词也好，名词也好，希望讲大家看，你今日节目做得好多动作，冇强改观念，性改观念，有的东西性的你要来吸收，好得好，
嘿，年代是有的是新娘以后，佮用不乌克语改概念哈，所以什么欣赏在做节目地图来分享，又喊接接来好吗？哦，谢谢，什么好，来听听下来咧，来做嘛，佮来做润堂了。好。